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超级快递。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；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；大炮出租车，米娜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。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
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！泡泡灾难。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到了，快来排队吧。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。对不起。啊，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啊，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啊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快跑。救命啊。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雪碧挖掘机破防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，前进。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泡泡淹没。行人行人在哪里？困在泡泡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，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飘进泡泡里。哟吼，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跳呀。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。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铲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
美味派对，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呼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，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，呀咪呀咪呀咪，蛋糕真好吃，呀咪呀咪呀咪，排队美食多，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，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嘿，嘿嘿，哈，嗯，哇哦！我们的派对成功啦！水下救援，去滑冰喽！大家快跟上！哟吼，太好玩啦！朋友们，看我的表演！360度旋转！
哇，好厉害啊！麦嘟嘟，你小心点！哎呦！是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你们看，表面裂开了！啊，快跑啊！麦嘟嘟，你怎么不跑呀？我害怕。别害怕，我们来救你。麦嘟嘟，麦嘟嘟，谁来救救我们？怎么了？赖嘟嘟和麦嘟嘟都掉进水里了，我也被卡住了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好的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火箭赛车，旋风；大力士跳车，阿力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，冰点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，变长变长变长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！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开启潜水模式。雷达开启滴滴滴，发现目标 ，Go Go！ 紧急救援，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！怎么动不了了？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，轰隆隆。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做得好、怎么办？出口被挡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。地面太厚了。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飘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！啊啾啊啾！谢谢你们，超级汽车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。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我们知道了。阿秋，顽皮的碰碰车。天气真不错。妮娜姐姐。妮娜姐姐。我们终于见到你了。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你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。就是你的表弟了。我知道了，是小碰碰们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爸爸妈妈出远门了，他们说请你照顾我们。你没收到信吗？忘记看了，没关系，这是你们第一次出门，我先带你们去转转吧。好耶！妮娜观光团，出发！公园马上就到了。可是我不想去公园，我想看大鲸鱼，我想看流星雨，我想玩捉迷藏。好主意。就玩捉迷藏。
中心。妮娜，你怎么了？我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不见了。嗯，谁？就是我的表弟碰碰小车们。他们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助，现在一定在街上饿着肚子，流着眼泪，瑟瑟发抖吧。妮娜，你先别说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到他们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破界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给我们吧！无敌无敌无敌，开启雷达照一照，向右转弯，发现目标，游戏结束了。轰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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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引擎加速向前跑，冲呀冲呀，挡住你们，全部都停下。要遵守交通规则。什么规则？我来告诉你们。红灯停下，绿灯行，不要着急，等一等。前后距离要注意，要注意。排成一队，别拥挤，别拥挤。路上危险，不乱跑，注意安全。走在自己的车道，这就对了。交通规则要记牢，这样才是好宝宝。碰碰好难受，这个吗？嘿，我有个主意。雷克警长的主意真不错，果然还是游乐场最适合你们。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不过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
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虎、开心虎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扩建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，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啊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。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酷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他可是超级汽车哦，至于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。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啊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
明白了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升的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脚踏车瑞博，豪华公交车巴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转啊转啊，沙嘟沙嘟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、啊。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，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，加油。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我们出发啦。车轮摊摊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，找一找，哦，终于找到他。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了。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唱歌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迷你车大追捕，早上好啊，贝勒虎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，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贝勒虎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三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，快走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勒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快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嘿嘿，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
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有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小小出租车吉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极速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！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地上地下每条道路我都记得住，一直向前走啊走，就找到出口。我不会被水冲走的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看看车轮车呀，左边右边飘越，还一转车轮，麻烦解决了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，我是最快的旋风。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王，把目标困住。太好了，我的珠宝全找到了，哈哈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嗯，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，你瞧，我们还没憋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哇哦！现在很完美了。伤心的美食车。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，哇，好好吃呀！亚米，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太棒了！啦啦啦，好开心呀！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，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美味蛋糕，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。蛋糕？免费？我要一个，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那边在卖什么呀？阿布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很想哭。
开心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没错，就是这个蛋糕。我还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美食车。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。他太过分了，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妙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乐虎、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。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毛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。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打败他吧。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地球搞破坏，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。毛毛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毛毛怪。小心小心，毛毛怪，好可爱，变过来，毛弹炮弹快出飞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！救命啊！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毛弹毛弹全扫掉，一袋一袋大包包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毛弹毛弹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干净。我还有很多毛毛弹，继续攻击。我的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太好啦！臭臭车闹翻天。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长毛的臭鸡蛋。哈哈哈！真是太臭了。不过我的臭鸡蛋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，去贝勒小镇大闹一场吧！哈哈哈！好臭呀，胖嘟嘟，是你放屁了吗？不是我，是乐嘟嘟。好臭啊！哦，乐嘟嘟都被臭晕了。乐嘟嘟，乐嘟嘟，快醒醒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乐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，呼噜爷爷，你快帮帮他！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我的甜甜圈臭了。我的头发臭了。我全身都臭了，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哦，呼噜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，怎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螺旋洒水车，噜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们也来帮忙。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！注意，大家快点躲好。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！快跑！
太丑了。冲冲冲！别担心，我来了。哗啦哗啦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打水枪，转转转，喷喷水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新。哦，感觉好多了。好清晰，冲冲车，你逃不掉了。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，瞄准右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，跑呀跑，追呀追，拦住你别想逃。发射，砰砰砰。哈哈，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。我的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，不要！我臭呀！热闹的汽车节。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，大家都会来参加。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哦。啊。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。哇，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。嘿嘿，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哇！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，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会场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。哼，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。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们也来帮忙。第五向前冲，冲冲冲，快躲开石头，石头飞过来，挡住啦，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，超级汽车不后退，追呀追，第五第五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，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达灯光闪呀闪，目标被找到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太好啦！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来帮忙啦！画呀画，七彩壁画真漂亮，真漂亮。尝一尝，蛋糕面包味道香，好香呀！听一听，大家一起来帮忙，一块一块拼起来，多么珍贵的纪念。扫一扫，垃圾灰尘全扫光，全扫光。
汽车节真是太热闹了。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。八爪虫虫车，哪来的蜘蛛网？可恶，原来是你。嘿嘿，我想到对付超级汽车的办法了。哈哈，八爪虫虫车诞生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威力。好紧啊！成功。八爪虫虫车出发。嗨，你的颜色好漂亮，是在哪家汽车美容店做的呀？我也想去试试。哇，你身上的装饰好特别，是在哪家商店买的？呀，别那么小气嘛，快告诉我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起来像妮娜的声音。怎么了您呢？有一辆颜色很漂亮、装饰很特别的汽车。妮娜讲重点。哦，它会吐丝，把大家都缠住了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出租车，妮娜。破线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冲冲冲，向前冲，引擎轰隆隆。跳跳跳，向上跳，让我找一找。白白的，长长的，大家要小心。黏黏的，亮晶晶，一团一团很危险。他在这儿，快追！这有两条路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弹弹车轮，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一张大网挡住了，向上跳一跳，轻松跳很高。在前方，长长的线乱糟糟，向左再向右，轻松躲躲开。可恶，砍招！哈哈，打中了！别高兴太早，反击时间到。长长的线绕呀绕呀，我们一起转圈圈，紧紧包围别想跑，咕噜咕噜噜，不要再出现。不好，八爪虫虫车又出现了。嘿，旋风，妮娜。曼嘟嘟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打扮哦，你们看。啊，我也要变成这样。大家的喜好可真奇怪。